当时怎么敢说这是无剪辑无特效的视频？总有人说我闺蜜直播的无国际照被打假了，所以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今天我就无剪辑无特效现拍带给你们看看。还有干金说我们会掉包，收到的货绝对没有那么多。我拍视频什么样，你们收到就是什么样。看差评，抽死了，一半都是汤，又腥又难吃。买了59.9到手一千克。这是一位来自辽宁叫开朗的网友的粉丝和这位来自吉林叫开朗的网友的粉丝艾特我测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粉丝，但师兄最近发现有很多叫开朗的粉丝。这开朗到底是什么梗？这师兄到底有多少开朗大军？开朗大家族，你们到评论区集合下，让我统计统计。先看配料表，里面有鸡爪、饮用水、米醋、白砂糖和一些调味料，没有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冷藏保质期10天，冷冻保质期30天，产地安徽马鞍山。抽四两。我这没有装袋，应该没事，咱们倒出来看一下。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味，能闻到蒜和酸辣味，一般都是糖。标准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老规矩，咱们直接无骨鸡爪三件套，一镜到底，挑出来称一下。共65.2克，实际固形物是65.2%，算下来话是45.9元一斤。鸡爪的个头适中，切口也很整齐，不是老奶奶啃的，又腥又难吃。尝一下，嗯。我买的是微辣的，它的辣味适中，酸味和甜味多一点，蒜的味道也适中，鸡爪比之前的口感偏硬了一点，总体感觉还可以。如果把米醋的酸味换成柠檬味，那就更不错了。综合评价。竟然有人说我没喝过这个，他会难过。这还没喝过冰镇的西瓜状的，我真的会难过。快去找一个西瓜，把它榨成汁。西瓜冻更奶，这就是西瓜状。看粉丝评论，师兄测西瓜创奶吗？师兄肯定做不来的，师兄做的谁敢吃？所有材料都已经买回来了，西瓜、牛奶、白凉粉、白砂糖、破壁机和帅气的师兄。这是一位来自江苏叫小渣爆米花的粉丝艾特我测的。OK， 师兄说到做到，好兄弟讲义气，你们艾特师兄来测，右边的小加号，懂的都懂。师兄能测西瓜装奶吗？测是不可能测的，但我可以吃它喝它。先把这西瓜切成99.81元。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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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强迫症来说，一个字都不能错过，完美。师兄肯定做不来的。我发现这激将法你们学的是一套一套的，睁大眼睛看好了，快去找一个西瓜，把它榨成汁。冷静，倒入锅内250毫升水，20克白凉粉，10克白糖，煮汤。半搅。装杯。西瓜冻更奶。这就是西瓜撞奶。不得不说，这蓝宝破壁机确实还挺全能的，不只能做豆浆，还能做西瓜撞奶、冷饮、热饮、花生酱、冰淇淋、米布丁、凉皮、打奶油等，还有轻音罩降噪，打得特别细腻，不糊底，而且还能一遍清洗。师兄做底谁敢吃？我先干一口，你们随意。哇，太爽了，口感 QQ 滑滑的，特别爽口。西瓜的甜味搭配牛奶的奶香，香醇丝滑，甜而不腻，太棒了。综合评价，真能买到他手里那款三角骨吗？这个是客户退回来的三角骨，这一大袋得多贵啊！是我们的三角骨，全是脆骨，没有肉。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看差评，给我一只手大，阁下如来神掌嘛！辣椒比三角骨多，买辣椒送三角骨，口感难吃。怎么个难吃法？买了9.9元一包，净含量100克。这是一位来自湖南叫颜色小空丁的粉丝艾特我测，说不测就电咬我。上面都是粉丝的艾特，只要你们想看，师兄一定安排。你们也不用电咬我，看到右边的小家伙。没有点上关注，师兄就很知足了。先看配料表，里面有鸡胸软骨、食用中油、香辛料、食用盐、辣椒等调味品和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保质期20天，产地四川自贡。莫乐一指手搭，打开看一下，里面有个真空包装袋装着，跟手对比一下，确实还没有巴掌大。按9.9元的价格算下来，这一斤大概50块。有没有懂行的粉丝？这价格是贵了还是便宜了？辣椒比三角骨多，咱们把它倒在盘子里，辣椒和三角骨分开看一下，这100克的净含量，辣椒还占了一部分。这里面有15个三角骨，它还不是纯三角骨，上面还带着肉边啊，口感难吃，尝尝，味道就是麻辣味的，有个中辣的程度，嚼起来口感并没有很脆，有的还特别软，总体感觉一般。综合评价，这玩意隔着屏幕都感觉到腻啊。慢点吃，别噎着了。
差评，不值这个价。这东西很贵吗？有猪腥味，猪皮还有不腥的，相当难吃。买后悔了？买了，猪皮卷19.8块到手一包，净含量，这上面怎么没写净含量啊？这是由来自浙江叫你背景太假的粉丝艾特我测的。你看我的背景，他假吗？测之前先检查一下屏幕右边，看还有谁忘记点小加号的，点关注不迷路啊，兄弟们！先看漂亮表，里面有猪皮、生粘、饮水、酱油、香辛料，冷冻保质期60天，这玩意儿今天还是开袋即食啊！不值这个价。它上面没有写净含量，咱们直接上称称一下。带着包装一共189克，算下来52.4块一斤。有没有懂行的粉丝？我这价格买贵了吗？又猪行为。我们打开看一下，它是凉的，闻着有点酱香味，但凑近了闻确实能闻到点腥味。这加热后会不会就没有那么腥了？用空气炸锅炸一下，给。Later。出锅了，家人们，这加热后看着好油啊！讲到难吃，这玩意干吃我可受不了，蘸点调制好的秘制酱料，尝吧。好油啊，又牛又腻，捂得满嘴都是味道，除了酱香味还有点腥味，吃这玩意不配那解腻的东西，真受不了。综合评价。